私は心からここに本当に。在距离1956年的法庭不到2公里的地方，就是满清开创者皇太极的陵寝北陵。而即将出庭作证的是一个特殊的证人，他就是满清的最后一任皇帝溥仪。这次出庭是溥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他在回忆录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说，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胜仗的日子里，我那时只想到，我除了向中国人民认罪求恕外，别无其他出路。到这次审判日本战犯时，出现在我心头的已不是出路问题，而是远远超过了个人问题的民族自豪感。这是50岁的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，第一次是在8年前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。我是生在北京，名字这个叫溥仪，本来是这个满洲姓，就是爱新觉罗，爱新觉罗溥仪。在那次6天的作证时间里，溥仪一直在为自己开脱罪责，显得紧张而虚弱。他不停地看着小纸条，遭到了辩方律师的抗议。在这个中国发生了，1911年在中国发生这个内部的一种的这个革命。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背后审判五步六荡、吴海忠之等28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。1956年溥仪出庭作证的是整个审判的4个案子中涉及人员最多、案情最为复杂的操控伪满洲国案。东北人民的罪行